原始点医学完整版，张昭汉医师著，2021年11月出版发行。二，原始点位置及其涵盖范围示意图。三，各部位原始点。一，头颈部原始点。头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耳后原始点及枕骨下沿原始点两部分，前者为主，后者为辅。耳后原始点在耳垂后方下颚骨及乳突骨间的骨缝，约半根食指长，以贴近耳背为起点。枕骨下沿原始点起于乳突骨与枕骨下沿相接的凹陷处，由此紧贴枕骨下沿延伸至同侧大脖筋上为止。涵盖范围，头的全部，以及四肢抽搐或偏瘫，如图中橘色区域所示。颈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水平、垂直两段。水平段即头部原始点中的枕骨下沿原始点，垂直段则位于颈椎两侧，起于枕骨下沿发际内的大脖筋，顺筋下行止于颈肩结合处。涵盖范围，颈部、肩膀至锁骨，如图中黄色区域所示。二，背部原始点。上背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平行位于脊椎两侧，左右对称。用指尖轻触脊椎以确定骨头位置，再从骨头旁开一指宽即是，起于肩颈结合处，下行至背部中间处而止。涵盖范围，上躯干，除锁骨、肩峰、肩膀、肩前、腋下、侧胸以外，及小腿肚，如图中淡紫色区域所示。下背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接上背部的点位，通宽度向下，延伸至胯骨上沿而止。此处实为与上背部原始点相连的一条，仅为操作方便而分上下。涵盖范围，下躯干至荐椎原始点最高点，如图中淡紫色区域所示。三，荐椎臀部原始点。荐椎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四指并拢，以食指压骶骨中线上，令其根部与尾骨对齐。此时小指尖上方之位置为参考点，再从此点微调找一压线点，若在此点向上向内顶压都碰触到骨头，则此处即为荐椎原始点最高点，由此点垂直下行止于坐骨。涵盖范围，下臀、
剑椎部原始点最高点以下，臀横纹以上，及其前方小腹，如图中棕色区域所示，由赵信荣医师提供。臀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在臀部上，左右对称呈 V 字形，以拇指从外侧的胯骨上沿向内 V 向下顶到骨头，即以此骨旁为上端点，下端点位于尾骨旁，此两端点紧贴骨旁的连线路径即为臀部原始点位置，涵盖范围从臀横纹及腹股沟以下至踝关节下沿，小腿肚除外，如图中淡橘色区域所示。膝盖上方特殊点，主要涵盖膝髌骨，亦有助于膝关节，有内外两处，分别起于膝关节上方骨边，沿距大腿前面正中线旁开四指宽的内侧肌与三指宽的外侧肌，上行各约半指长。四、踝足背部原始点，踝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内踝、外踝两处，前者为主，后者为辅。原始点在内外踝骨下缘骨缝处，各呈开口向上的半圆形，内踝还可沿胫骨后侧缘向上延伸约一十指长，涵盖范围足背内外侧约以足背中线为界，即足底中后段，以通过内外踝间的垂直截面为界，后段即足根部，如图中粉红色区域所示。再进一步细分，以内外踝间正下方的原始点为界，将内外踝原始点分为前后两段，则内踝后段主管足根部，外踝后段辅之。图一，内踝前段主管足底中段及足背内侧。图二，外踝前段主管足背外侧并辅助足底中段。图三，足背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位于足背，共有四条，每条起于两指间的结合部，向上经过两指指关节间隙，再沿指骨缝隐状肌上行至其近端而止，涵盖范围足背部原始点相对应指足底前段至足趾，如图中蓝色区域所示。五、肩、肘、手背部原始点。肩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以肩胛冈近端处为中点，沿肩胛冈下缘横行碰到骨头，再从此处垂直而下，平行于脊椎、指腋下等高处为起点。涵盖范围肩峰、肩前、
腋下、侧胸、上臂至肘关节上沿，如图中绿色区域所示。肩胛骨旁内侧特殊点。肩胛骨旁内侧特殊点有强化上背部及肩部原始点的作用，分布在肩胛内侧缘边上，如图中内侧弧形红线所示，上端起于肩胛上角骨旁，下端止于肩胛最下角骨旁。肘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起于肘关节上方前侧凹陷处，沿肱骨向上行约一十指长，少数患者还可能再向上延伸。涵盖范围：肘关节以下，包含手肘、下臂、手腕、掌根、手背，如图中灰色区域所示。手背部原始点位置，手背部原始点分为两处，一处位于手背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共有三条，每条起于两指间的结合部，向上经过手背的两掌指关节间隙，再沿掌骨缝、隐状肌上行至其近端而止。涵盖范围：手背部原始点相对应之手掌心至手指，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。拇指原始点位置，另一处拇指原始点如图中红点所示，位于大鱼际外侧，近拇指腕掌关节处之掌骨根部，紧贴骨旁。涵盖范围：拇指第一二指节，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。一热